会上请起立。万国啊，恁着俄罗斯摇花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是大施慈爱。摇花的形式永远伫地，恁着俄罗斯摇花。这是咱三个来念新的诫命，是咱的任务。新的诫命，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要注意的上帝。这个界是我的，也是好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疼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如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疼，亲像我也疼恁。恁也着安尼三疼，恁也三疼，就让人变做安尼知，恁是我的阿叔。这是咱三甲阿堂的祈祷，温暖满满的天父，我很感谢你。在你的保守和看顾的下面，我拢会当得到平安。在这城的主人，我正听这搁住进你的殿院来唱歌俄罗斯。亲爱主，我知在我的生活中，加加减减会拄到困境或是苦难。有的对阮感觉无有真大的影响，总是有时会予阮当着难以承担。当阮面临生活上各种的苦难的时，阮的内心难免有惊吓，毋知要安怎。这个挑战、试探甲苦难，正是考验阮的信心。佛求天父帮助阮。专心挖课，专心交通，在苦难中有缘有盼望。阮主日是关怀失障者的主日，因为因目睭无法度看见物件，所以伫因日常生活中带来真济的不方便。特别是出外时，更加一路上有危险性。总是我要感谢你，你有创造温存。受过好的训练的导盲犬，来帮助这视障的朋友，遮住因的目睭，予因有安全感。亲爱的主，我恳求你帮助我，对于这弱势视障的朋友有搁较侪的关怀，也对于帮助视障的导盲犬，因应该有的尊重。我若要为着心灵欠安，或是家庭有失失的人来献上祈求，恳求天父怜悯甲安慰，予一切因为受着压迫、拄着极大苦难的，会当借着天父来除去忧伤痛苦，内心得着平安。我将今仔日的恳求拢摆在你的面前，恳求天父垂听甲感恩。我安尼祈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圣名来求。
无结连伫葡萄树，家己结过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你是伊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未结连的，未结真侪果子。我哪里有当做啥物？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起的机，互人吸出去外面。你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你内面。你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温度。这是现实，咱请妇女团体。